子宫肌瘤、更年期紊乱、便秘、忧郁症、健忘症、神经质、焦虑症、视力衰退、肥胖、糖尿病、肾脏病、尿频、B 两、前列腺肥大、干眼、白头发等28种病症，这是按摩其他几个拇指所不能达到的。如果谁每天花费5至10分钟按摩这个小拇指，谁就不会患或少患以上疾病。像患有前列腺肥大症的老年人，发作时小便不畅，甚至闭尿，此时用左手捏右手小拇指关节，用右手捏左手小拇指关节，不但小便通畅，而且残留尿也大大减少。因为小拇指与肾有密切的联系，按摩小拇指可以强肾。中医认为肾者其华带化，头发的营养虽然来源于血，但头发的生机根源于肾气。动动小指补肾安神，手指操助眠，躺在床上。